菲，还有发型师小老虎。我竟然长出酒窝了。我画的。然后我们等会要进入拍摄了，今天的拍摄有九个人，我不会比酒。今天拍摄有九个人，然后我是其中的一个。等一下带你们到摄影棚看一看喽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在出发去机场的路上，现在几点？6:25。现在6:25。这是我第一个 vlog， 然后很幸运的，刚刚我准备录 vlog 的相机没电了，所以只好用我最爱的 Snapchat。今天要飞哪里？飞东京，然后去拍杂志封面。一切顺利吧，待会见。现在是几点了？快3:40，然后我们准备出门去逛逛。Let's go！ 出发啦 ！Yeah， bye， 妈咪。我们现在逛完了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吃一点小东西，战利品，然后。我们要吃东京很有名的一个龙虾堡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有点迷失在这几条路当中，因为这边的店实在太多了。对，那个章鱼小丸子，章鱼小丸子，哎，你看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就是有点饿，因为今天没有吃中饭，只吃了早饭。小香嘞，yeah， 买好了。不是，这个香的，我们这是路上，对，路上突然想要吃的，这是明太子的，好胖哦。这个小路上好好看哦，看我旁边都是一堆店家，然后有卖食物，有卖衣服的。我们现在要进我们从小到大最爱的一家店，叫 Kitty Land。对 ，Kitty Land， 它就卖很多卡通的东西。Let's go！ 哇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好，我要好好逛了，跟大家说拜拜。我们逛完了，来大家秀一下战利品。我们现在要去，应该说我来东京一定会来的地方，也可以说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就是我的二姑姑，我的二姑姑也就是我爸爸的姐姐开的一家餐厅，然后应该已经有8-9年了这家餐厅，所以带你们看一下。
爱江，娜娜江，爱江，娜娜江。他是我在 Curtis 的同学，然后他现在还在 Curtis， 他一直住在东京，应该说他回来 Winter Vacation， right？ 嗨嗨嗨，你好。My name is Shelly. I see. Bye. Bye. 经历了一整天，非常的累，然后妆也花了，头发也乱了，但是吃得饱饱的，尤其是在姑姑餐厅里。然后呢，明天早上的 call time 是11:30，所以今天晚上还可以睡一个大保证。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长这样子啊？嗨，我要带什么珠宝啊？珠宝在这边。哎，娜娜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天台上，然后遇到了很多超模，都是很有名的。还有我的可爱小姐姐 Irene 也在，我就是一个小矮人在这堆人里面，没关系，我还是小朋友。哇，すごいの取り出したよ。なんじゃこれ？なんじゃ？何これ？加蛋的拉面，很期待，终于今天吃到一顿正餐了，幸福！いただきます。我们现在吃完了，然后回酒店休息。现在几点？小香报时。9:43。那今天就这样子呗。好，大家晚安 ，Good night，Bye。Good morning。现在已经化好妆了，然后准备等一下出发。现在拍第一套。刚才手机掉了。拍完第二套了，准备去河边拍第三个，三个 look。Thank you.
多，要出门去机场，10点的飞机，所以这次的东京之旅就结束了。